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器物如人，亦有生命。器物们年岁渐长，总有一些缺裂的沟壑。老旧而破碎的器物，经过金扇，沉闷暗淡之上，多了一层耀眼的光华。田悦甲就是金扇手艺人中的一员，让破碎的器物涅槃重生，就是他每日的工作。我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接触的，然后呢，接触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开始，喜欢收集宋代的瓷器，但是我收集到的瓷器都是破损的非常厉害的，然后很遗憾，就想把它修复出来。金扇，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起源于中国的漆艺，它以大漆作为粘合剂，将碎片粘合，以金粉、金箔修之扇之。金扇修复所用的原料天然大漆，取自漆树，大漆无毒无害，是很好的粘合材料，但这种汁液容易引起皮肤过敏。大漆过敏对于这个人群来说啊，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大概以我的了解可能到 95% 以上的这个。他过敏是有的人可能他轻微的接触一下，或者说他短时间的接触他没事儿。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稍微长时间的接触或者剂量大的话，基本都会过敏。我也是过敏。并且过敏还比较严重。当阿甲师傅在工作室时，就已经与外界相脱离，只沉浸在历史的、艺术的、安静的世界里。日复一日的修补打磨，不仅仅是在修复脆弱的文物，更是在静养内心的和谐。往来游客皆驻足围观，听他讲解金扇的前世今生。金扇已由无人问津变得惹人注目，想要记录下他的早不止一二人，阿甲师傅便是他忠实的传播者。金扇用贵重的金粉将残缺展现，让器物伤口变得格外显眼。而阿甲师傅却认为，这些伤口正是其主人留下的生活痕迹，每一处都附着着记忆与情感。经过阿甲师傅手里修复过的器物，有些未必有很高的价值，但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通过老祖宗传下来的记忆，将这些残破的物件赋予新的生命，其实也是在修复和延续那段时光的美好记忆。金扇，不以残破为丑，反以为美。在残破之中，生命的物哀，自然的造化，被呈现的婉转、曲折又细密绵长。从器物一次一次的拼合中，了解事物的本初，从粘合补肉开始，学会耐心和等待，从调漆、过滤、阴干时间的控制中，学会把握分寸。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是我的那个五灵锭上的遮光罩，有一次那个拍摄的时候镜头掉地下。其实遮光罩往往第一个用途就是保护镜头嘛，是吧？它保护了镜头，然后你看这啊，它就摔碎了。然后摔碎了有很长的时间，我就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有一天我做金扇修复的时候，我就忽然想一个问题，我说我这个大漆的强度是非常大的，那我能不能把我这个
遮光罩修一下，我遮光罩是塑料的，啊，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尝试了一下啊，但是结果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大漆的强度也足够的坚硬，然后它的粘合力也足够，现在就是说我再把它美化一下，它又可以拧到那个镜头上用了。然后呢，这个事儿说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当时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你看我们学金扇，可能，一开始就想我为什么学金扇呀？我要修瓷器是吧？那可能就是金扇等同于修瓷器。实际上呢，当你学了金扇之后，你知道金扇的材料是天然的生漆。那么天然生漆它是什么呢？它不是为修瓷器而生的，它是一种天然的材料，材料就相当于说什么，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东西，你知道这个材料的特性之后，实际上你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也就相当于你知道原理，对吧？你知道它的特性，那凡是符合它的特性的地方，它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用的。然后大概从这个修了遮光罩之后，我就觉着思路就一下被打开了，就是说可能我们可以用大漆或者再加上漆艺加上金扇修复这些去做更多的事情。金扇修复师面对世间的残破，以惜物之心敬之，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破裂，以尊重的态度去修补残缺，以完美的方式去接纳生命中的种种不完美。这不只是对于器物的态度，更是对生命的态度。其实你这里的颜色用的都很不错的，虽然李老师不太喜欢，但是我个人认为吧，都还挺好的。老师，您是教水墨画的，怎么好像比我们色彩老师还懂啊？虽然老师和这个水墨画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呢，老师年轻的时候这个色彩啊学的还是很不错的。我可不敢在色彩课上造次，我一个色盲能考上美院已经很幸运了，如果这件事让别人知道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在学校待下去。别太伤心了，这边应该这么画。急什么呀？急着去找袁老师呗。哎，看到没？关他的。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就是，平时看他挺文静，没想到。安静了，大家把手机都收起来，我们今天讲一下色彩。色彩是优秀设计师最犀利的语言，对于色彩的东西也往往是设计作品带的关系。需要循序渐进，这所学习也需要由浅入深，理论招式缺一不可。
蓝叶、百草霜、墨染、元青都是丹青水墨的差异色。安静，吵什么？进。哎，朱茵，你怎么来了？袁老师，不是你让我来的吗？朱茵，刚刚你是看到网上那些话了，你别太难过。其实我们没有做过，就不怕他们诋毁。而且别说了，袁老师，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不该和你走太近。其实我已经拿到了完整的监控视频了，我们可以把它发出去，让学校帮忙调查这件事。袁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监控或许可以澄清咱们俩的关系，可是那天说的话我不想。就算拍视频的人抓到了又怎么样啊？我是个色盲呀。朱茵，你听我说，你成绩这么好，学校是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不明白，我小的时候没有人跟我玩，我只能一个人躲起来画画。我好不容易从小城市考到这儿，我不能暴露啊，老师。既然你这么喜欢绘画，色盲又怎么样呢？可是一个假的视频就能够让所有人都诋毁我。那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是色盲，我该如何在学校待下去啊？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不能就这样毁掉呀。我不能放弃啊，老师。视频的事，老师尊重你的选择。小网红还画画呢。我说你还画画呢。你这回不应该在袁老师办公室吗？我刚看了你色彩课的排名，你进步了好多，你居然还会色彩，你是怎么做到的？能教教我吗？袁老师只是辅导我绘画，你不要污蔑我们。污蔑？视频里你也看到了，你还好意思说污蔑？你们是怎么做来的？是这个还是这个？送你回去。魏子，能不能帮我和朱茵说一声，让她中午来一趟我办公室？好的，老师。谢谢。朱茵，袁老师让你去找他。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今天是来救他？朱茵，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尊重你的决定，你是一个有梦想的孩子，我不想让那些流言蜚语影响到你。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一个色盲患者。当我看到你为自己所热爱的绘画努力的样子，我好像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但遗憾的是，我没能把自己喜欢的色彩专业坚持下来。如果我能帮你坚持下来，
也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我很抱歉造成那些谣言，明明我当时再注意一些就可以免除这些伤害。老师看得出来你很努力，但老师仍然想说你在绘画上的悟性很强，不论别人说什么你都是最好的自己，希望你可以真正的放下介怀去画你想画的画。祝好。是你干的，还给我。为什么？为什么？凭什么袁老师只辅导你？明明我比你优秀很多，但就是因为有你在他眼里哪还有我。袁老师已经走了。走了？怎么袁老师？这个视频伤害的不只是我，还有他。为什么？为什么走的不是你？你一个色盲，你有什么资格学画画？要不是他推荐，那个名额本来是我的。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是无可救药。你回来，你干什么去？你就不怕你色盲的事情被别人发现吗？同学们，今天大翻转，快去看卢广安。老师展信佳，请原谅我的一时任性，给您带来这样的结果，真的非常抱歉。我已经澄清了关于我们的谣言，最近过得很轻松，您不用惦念。您走后，我也认真思考了我学习美术的初衷，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绘画的，只是在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反对，我才对色盲这件事抱有这么大的执念。您总是和我说梵高的画是精神支柱，现在我觉得或许您说的对，画自己想画的，无论在哪里，无论别人说什么。最后，倘若命运允许，希望能在太阳花开时见到您，祝好。Welcome to World Online. Before entering the game, please ensure that your pass is green and wear a mask. It is forbidden to take off the mask without permission and keep a distance of more than 1 meter from other players. If you see players who are not wearing masks in the game, please do not interact with them.If you notice a red laser being aimed at your head, do not panic. It is not a sniper rifle, you are in a safe environment,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the staff wearing white protective clothing immediately. Staff may place a probe deep in your nasopharynx to collect more player data.In some cases, you may be transferred to an independent server. And the final interpretation right belongs to the company. Please note that some independent server functions are not yet perfect, which may cause your game data to be damaged or lost.And this game does not support file reading and restarting. Good luck!